谁插队了？我原本就在这里，你比我晚来，你继续再拍是吧？你继续拍。前方这名男子被指控插队，但他非但不认，手比耶，还对着镜头言语挑衅。快点拍啊！双方为此吵翻了，到底是谁先到？调阅店家监视器还原，时间是下午1点多，肉圆店老店人潮从店门口排到店外，男子到了之后先到柜台探头看了看，接着他走到队伍后方，站在女顾客身边，但随着队伍前进，他也慢慢往前，最后人直接插进队伍里。他就是慢慢的像螃蟹一样横着进来，先生排后面。然后他转头过来就骂我说，明明比我早到这样子。事发地点是彰化的肉圆老店，店家说中午忙碌不清楚事发过程，但未来会张贴告示，明确注明请勿插队，避免客人争议。对，我有就是私底下传讯息给他，跟他致歉的这样，因为就是不希望大家来吃霸王会就是不开心的回家这样。至于插队男子则被网友肉搜，原来是一名防种业务，事发后他坚称自己没错，但事后监视器画面打脸，男子的确插队，为了吃实在很伤和气。记者陈孟辉彰化报道。